发展债嘅影响，该中共上去两片政府下大夫，沿路太水不分菜，出卖不太水，停车为了民众产地。香港昨天下透过了千站，给把得到了中共部署2200元，两下都离开走上去地图改派水上行，为了水透到中共抽水站本地流出去，希望解决得到安居之类不太水嘅问题。用公沙器监督到风采内，主要用公所天才七里的天气，为了解决挑战年进水问题，一下动地进行地下水土工程。应该多少都有点帮助吧。是龙王台风那时候很严重啊。去年十年内，卡努风采韩国连登六个几下年的台语，使到用公沙器水浸到南油岸国，本水浸到面积有3万平方公尺，需要1.2公尺安层。香港做希望搭棚一百工厂来改善会饮水问题。整条啊排水沟的部分，包括啊从荣光抽水站这个区块一直延伸到名人99教训班这里哈。啊，将来这个箱涵做成之后，原则上水流的部分呢、啊，一直过来会一直到我们的荣光抽水站这个区块哈，然后再延伸到我们的吉安西走出海。基于香港所讲，上限差不多有600公尺安床，那百会同联合排水接起来，按用过同时向的排水系统，就会彻底解决用公沙器按桥以来建筑多风采填充混凝水为紧急彻底的问题。下个新闻总归型发电波涛。